我是盖盖头，今天我在 Quinting 来看一场比赛，卡丁车的比赛。之前有看过那个 Hoshia， 其实最主要是摩托车为主嘛。然后今天带 Quinting 来看卡丁车比赛。为什么要带 Quinting 来看卡丁车的比赛呢？因为 Quinting 马上就要开卡丁车了。在哪？对。啊，他的卡丁车已经放在我们的店里面了。喜欢吗 ，Quinting？ 嗯，会喜欢。这辆车其实二手车嘛，就给 Quinting 作为一个训练的车。我对卡丁车不是特别熟，但是这个 Tony Car 很多人都知道。然后因为其实也满足我自己的欲望，这台是两冲的，用的是 Rotax 的 Senior 发动机。然后我前段时间试了一下啊，哇，就是这个东西 ，Senior 跟 Junior 好像差就差这个。这个他们告诉我是 VTEC， 那我感觉就是像两冲的那种加速泵一样的，然后高转了以后，加速泵一打开以后，这种牵扯感，哇，太爽了。下一节就是两冲的。我觉得带Quinting来看就看两冲的，因为他自己车就两冲的嘛，两冲的会卡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怕。前段时间我带 Quinting 来开了一下这个卡丁车，就是那种租的那种卡丁车，然后他一下子特别感兴趣。很多老观众可能知道 Quinting 以前也练过摩托车，为什么后面不练了呢？因为摔了以后，来你跟大家说摔了以后怎么样？吓到了。你怕？所以开摩托车你不怕是吧？不，开卡丁车你不怕是吧？摩托车有点怕是吧？对，其实正常，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摩托车，就是它会有一个压弯的一个动作，它的不确定因素其实要比卡丁车多很多。卡丁车多数情况下只是滑出去，但是摩托车的话可能会最好的就是 low side， 对吧？可能还会 high side 的话就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我也没有硬逼他。然后他觉得喜欢卡丁车 OK，喜欢卡丁车我们就买嘛，买一辆卡丁车。然后其实我自己也能玩，我其实对这个也很感兴趣。我本来自己想买一辆两冲的摩托车，但是呢也没有看上特别好的，因为两冲的摩托车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，它年代久远了，要找一个车况特别好的包括外观特别好的也不太容易。哎，那我就直接买一辆两冲的卡丁车，然后又能满足它又能满足我自己。哎，我刚刚算一下，就是Quinting 的所有装备其实比我的车还贵，就是我那 RC390 只有它的一半的价格，然后他用的头盔是修一的，然后Quinting头盔是修一的加藤大次郎，然后我跑赛道的头盔是 KYT 的，所以他很多的装备都比我好，包括他用的那个 Micron 的 5S 的表，一块表也比我的赛车仪表要贵，所以他的所有装备，你的所有装备比我的都贵。你给了主角？对啊。
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正好有这个条件嘛，我们在赛车场也有一个 pit， 然后也可以把车放在这边，然后赛车场离我家也不远，也差不多十几分钟的路啊。然后他喜欢，对于小孩子爱好，我是非常舍得花钱的。我是觉得小孩子童年就是玩嘛，但是当然就是玩的同时，如果能培养一点他的兴趣爱好，我也挺好的。就是他能开一下卡丁车，对于他以后汽车的驾驶也是有帮助的。对于卡丁车我不是特别懂哦，但是明显就觉得两冲的要比四冲的真的要快很多。卡丁车你怕吗？刚才那个两冲开的时候看看怕吗？不怕。然后我们下周二 Quintin 就会，我给他请了个教练嘛，然后他会有一个 training， 就是一个卡丁车的一个培训吧，一个培训。然后其实我上次试了一下这辆卡丁车，就两冲的嘛，它就是所谓的 VTEC 打开来以后，我这个爽感真的是，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他会怕这个速度感，因为跟他之前开的那种娱乐性的这种租借的这种卡丁车还是啊，我也担心，你也担心啊？不用怕，其实速度感这个东西就是要培养的嘛，就是你开着，你越来越不怕了。这边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存放在这边的卡丁车，然后里面还有一辆，反正这辆是有档位的，有离合的。哎，这辆是小小孩开的。Queenie 可以开。然后我们的 P 房现在有点堆满了，因为还有两辆车其实在升级，在车房里面升级，这个星期会拿回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一辆车，一辆卡丁车，然后这辆 CBI 300，这辆是 R3， 还有两辆 CBI 150，然后之后还有R3， 还有一辆就是 Mini GP， 所以这如果都放过来的话，基本上都满了。其实刚才 Quintin 也一直在问我，哎，因为厂商有车撞了嘛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车撞了，然后修起来贵不贵啊那些啊。其实赛车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我刚才跟 Quintin 在说，就是你去跑赛车，不管卡丁车、摩托车，就你只要管你去做成绩，你不用去担心什么车撞了，或者什么头盔坏了、车子坏了，不用担心这些问题，你只要去专心做你的成绩就可以了。那些什么车撞了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赛车哪有不撞的？没撞过的赛车手基本上都不快，因为慢慢开嘛，才会不撞嘛。对吧，你只有要挑战自己极限了你才会撞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，你只要管你自己去开就可以了。真的，其实赛车这个东西说烧钱嘛是烧钱，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担心我要车撞坏了要修了花钱啊，这样其实就不会有很快的成绩嘛。还有一点就是泰国人好像就是你说他激进也好吧，说他是那种怎么说呢，就是不管不顾也好吧，就是刚才我一进来赛车场的经理就跟我说，哎，你有卡丁车来比赛我说我儿子还没有开过这辆车就直接上去比赛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把名次啊那些想的那么重要嘛，就感觉参与更重要嘛，就感觉就像我们开摩托车的教练也一直在说，每一次都能说，哎，来吧你来玩啊，来参加比赛啊，他不会考虑到说啊你是不是会拿最后一名或怎么样，就是你来玩，比如大家一起玩，你任何水平哪怕你没开过，来玩参加比赛，一起来玩。他们对于比赛这个东西的认知好像就跟玩一样，就没有把它当做好像结果好像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期待 Quintin 的表现了。你有信心能开得好吗？好。你喜欢的啊、哦？啊，会去。其实说的再多，还不及一个就是喜欢。他喜欢了，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做好了。就是像摩托车那个，我没逼他，就是因为他怕了以后你去逼他的话，可能对他来说心里会有个负担嘛。我还是希望他很轻松的喜欢一样东西，然后慢慢的去练这个东西。好了，这期很短，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这个卡丁车，刚才两冲的卡丁车大家看到了吗？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你的视觉上还是你的听觉上都是一种享受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